砌模型可以说是一种需要完全集中注意力的活动，要非常留意细节，在拼合组件的过程中更加不可以出错，这样才可以完成个模型。而做心脏科专科医生亦一样，断症时不单只要留意病人身体每一个变化，进行手术治疗更加要专心专注。梁威陈医生，你哋好。陈医生，你咁早就到啦。今次咧约喺模型铺做访问，系咪因为做医生同砌模型一样，都要好专注同埋重视细节呢？其实砌模型好似睇病人一样噶，因为其实好多心脏科嘅病人咧，佢啲病征都唔系好明显嘅。咁好多时候我哋都好细心咁要问清楚佢嘅病征系咩啦，咁同埋睇下日常生活有咩特别影响到，而从而去怀疑个咩心脏病。咁跟住要做翻适当嘅检查啦，同埋跟翻佢个病。去做一個適合的治療，每個步驟都好像砌模型一樣是緊扣住一起，如果一錯了就做不到個模型，或者等於好像個病一樣醫不到個病。陳醫生都講得很啱啊，即係好似心律不正咁啦，好多時啲病徵都唔係好明顯，同埋都有時會嚟得好突然嘅。咁有時患者都未必注意到自己有呢個問題，咁所以做醫生咧最緊要就夠細心，可以幫病人找出個原因。是啊是啊，我有個 auntie 咧，早排咧就成日頭暈睇醫生啦，原本就以為血糖低所致，但係經醫生檢查之後咧，原來確診係患上心跳過慢啊！醫生咧就建議佢植入心臟起搏器，話可以幫佢改善問題。但係我想問一下啦，我 auntie 咧其實都70多歲噶啦，嗱心臟功能減退，跳慢咗都好正常啫，係咪一定要做植入心臟起搏器手術呢？其實正常心跳咧係60至100嘅，咁如果低過60已經屬於唔正常噶啦。咁如果係再慢到去40下留下咧，個病人開始會有個頭暈啦、氣喘啦，甚至會休克嘅。咁假如個病人本身響地鐵月台啊，或者響火車月台上邊咧，就可能真係會有啲危險，譬如話冚跌暈親冚到就可能會出血噶啦。咁所以就需要裝起搏器啦。另外一情況之下，譬如話病人出現咗一個房室結構退化，令到佢出現嘅心跳過慢啦，咁可能甚至會出現一啲唔正常嘅心跳太快，咁會突然間休克死亡嘅。咁所以起搏器係需要裝噶。咁點算啊？是不是植入心臟起搏器就可以解決問題了？其實治療心跳過慢呢，我們要找一下是什麼原因先的。那有些情況可能病人是有甲狀腺問題啦，或者本身他吃著藥影響，又甚至乎他有睡眠窒息等等啦。那這些情況呢，我們是要治療他本身的疾病，那才可以治療到心跳過慢的問題的。那但有些情況不是因為這些原因啦，是純粹因為病人年紀大啊、退化啊，咁佢心跳係真係好慢啊，或者佢用咗藥物都改善唔到個心跳嘅問題咧，咁呢啲情況醫生就會建議病人裝心臟起搏器啦。咁裝心臟起搏器咧，那個起搏器會發出一啲電流啦，去刺激個病人個心房心室跳動。咁個心房心室可以回復翻正常嘅心跳，就可以幫到個病人改善病情噶啦。咁我想再了解多啲，其實植入式心臟起搏器係咩嚟㗎？佢點樣幫到心跳過慢嘅病人呢？植入式心臟起搏器係一種利用電子脈衝令到心臟跳動回復正常嘅儀器啦。咁主要分成係一條電線啦、兩條電線或者三條電線嘅起搏器嘅。咁醫生會根據病人嘅情況啦，而選擇唔同嘅起搏器幫助佢回復正常心跳嘅。咦，我之前都聽過醫生講一條線同埋兩條線嘅心臟起搏器，乜原來仲有三條線心臟起搏器㗎？係咩嚟㗎？係啊，所謂三條線嘅心臟起搏器咧，其實真係雙室同步起搏器，主要係幫心臟衰竭嘅病人嘅。其實而家科技咁進步啦，有冇啲再新型啲嘅心臟起搏器可以幫到心跳過慢嘅病人呢？其實有㗎，而家有一種新嘅係無線式嘅植入性起搏器啦，佢主要分別就係佢冇電線嘅，咁但係就唔係個個病人適合㗎，咁可能要同醫生商量過啦，睇下再揀個適合嘅起搏器先至啱用㗎。所以病人都要跟翻醫生的建議而去做選擇嘅。雖然植入式心臟起搏器可以幫到心跳過慢的病人，但係話曬係手術，危唔危險㗎？我 auntie 咧都算是老人家，我哋都好驚個過程裡面有咩風險㗎嘛。其實隨住而家醫療科技的發展咧，安心臟起搏器是一個相當安全的手術嚟嘅。咁到時做的過程咧，都係需要局部麻醉做啦。醫生就會喺鎖骨下邊呢度開個1至2寸嘅傷口啦。咁喺度揾到條血管之後咧，就會將起搏器嘅電線咧，沿住條血管擺喺佢個心臟入邊嗰度。咁然之後咧，就可以將嗰個起搏器嘅主機啦，同埋電線，好似砌模型咁樣綁埋一齊，咁就搞掂噶啦。咁手術相關嘅風險都係大概1%到嘅啫，咁唔算太高喎，唔需要太過擔心嘅。你咁講我就安心曬啦。係啦，唔使過分緊張嘅。等我教你砌模型，輕鬆一下啦。好啊，呢個係咩嚟㗎？
你好，我是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註冊護士。其實無論接受任何的手術或者治療，心臟病人最好都盡快接受復康的服務。而我們亦都提供了網上自我管理健康的學習平台，讓大家隨時隨地都可以接受健康網上的資訊。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聯絡我們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